你的前男友送你一个假戒指，王进呢？哦，花了几百万买了幅赝品，你俩还能活得这么开心，真是夫唱妇随。贱人，闭嘴，闭嘴！现。 我要吃饭！我要吃饭！我要吃饭！什么吃的都没有，我饿了。我要吃饭！吃饭！嚼不动！我要吃饭！ 我要吃饭，我要吃饭！哎呦，我要吃饭，给我饭吃！你给我饭吃！你走，你走，走了就别再回来。 你好，我要收回我的戒指。 真不巧，戒指刚刚已经卖了，对，卖给谁了？啊，对不起，这是行规，不能说。是不是卖给一个女的？卖给谁？跟性别有关系吗？妈。 倩倩呢？倩倩呢？怎么没给你做饭呢？我饿。老公，你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给妈做饭？老公，听我说，咱们都上了叶静怡的当，他们是串通好的。什么串通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戒指啊！我前脚把戒指卖了，他后脚就把戒指给买了。你说他什么意思？你有胡说八道的时间啊！照顾好妈，照顾好妞妞。我没有胡说八道。那你确定是叶静怡买的吗？就算他买了，那又怎么样？ 啊！我饿了。没听见妈在喊饿吗？做饭去吧。叶总，姚倩倩知道戒指的事情了。知道也没什么，她没有任何证据。姚倩倩是个聪明人，她明白。 就算是报案了，也要不回这枚戒指。那这个戒指怎么处理呢？满脑子都是金钱的两个人，一定会因为金钱闹得不可开交，不是吗？找我什么事？ 物归原主，姚倩倩，你可真是可怜啊，穷到了要去卖一个假戒指。做这种事情一定很需要勇气吧？现在圈里人都已经知道了，著名设计师姚倩倩拿着只值20万的戒指，当几百万珍藏。叶庆怡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欺人太甚？倩倩，假戒指可不是我送你的。 我倒是觉得再也找不到像你和王静这么般配的夫妻了。想想看，你的前男友送你一个假戒指，王静呢？哦，花了几百万买了幅赝品，你俩还能活得这么开心，真是夫唱妇随。贱人，闭嘴，闭嘴！现在都觉得自己很可笑吧？如果我是你，一看到他就觉得是一种耻辱。不过现在好了，现在值得珍藏了。 等你和王静老的时候，喝着美酒，回忆回忆这一段往事，一定觉得很好笑吧？你用你来可怜我，不就20万吗？算什么？我不需要你可怜我。优雅的外表总是存着一颗疯狂的心。姚倩倩，你都可以拍电影了，不陪你玩了，我先走了。 滚！给我滚！份文件是给崔董事的，我已经让律师看过了，你再复查一下给我。好的，我马上看。 喂，吴经理，我是王进。上次跟你说那个事儿，您就帮我一个月，就借一个月行吗？吴经理，吴经理，进来。董事长，崔董事来了，请他进来。哎，王董，崔董。 你看看这份东西，这是什么 ？AG 公司是的，它是迪拜一家很有名的投资公司。塞班岛的水上乐园和迪拜规模较大的酒店都有它的投资。俄罗斯开发北极，他们也进行了投资。您为什么找我呀？我不是帮你。 于金正等着收购我们的股票。不管怎样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你要是不想于金把我们吃掉呢，你就仔细看看这份文件；你要是不想啊，就等着于金把我们全部吃掉。好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因为这是一家很机密的投资公司，因此股息通常很高。